哥，今日透早离去饭店，我敲伊电话伊拢无接。你唔是今仔日要回来，伊哪想走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天意，你想什么？在这么重要时阵发生这款的代志嘞？惠弟，咱是政治联姻啊，只要心意到，你只要开嘴，我随时讲。我会用我的心爱你一世人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，大家没有来业务，最后吃亏的是你家己。你讲不是？那安尼，你敢愿意替我看算？若是有机会，我嘛会当考虑调去客户部。大明星是创造出来。建立合理，要甲家己文书、甲公司里的目撮会，我当然会配合。到底是安怎啊？是毋是甲你妈阁无欢喜啊？无啦，我只是想要想伊啊。敢毋真正就安尼？这个钱若是继续放伫我遮，以后。大家应该做伙吃，做伙用，唔免这么计较。啊，不过你若坚持要提转去，以后你吃一粒卵，就要算一粒卵的钱。那呢，就照阿姊讲的，安尼我袂去请着啥办理啊？听讲林董事长想要把六合基金会改名叫李庆基金会啊，啊，搁有啦。林董事长甲代理董事长因为基金会改名的代志起冲突，敢是真实？像这位李庆甲林董事长有啥物关系？当初你熟悉的歌，心内有伤，才会需要一个人来疼惜。我不知安怎了笑，借你的心来挖苦，你讲如你上解怨，总是为爱糊涂。我需要你疼惜，思念的泪随风落。你的温柔有体露，我哪会看无？是会当再相逢，你人有情不惊苦，等你回来阮梦中。我需要你疼惜，思念的泪随风落，你的温柔。你的